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开始之前我们先买一个礼包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老爹的小狗血量本来是990万，来，我启动，然后免伤率增加5%，解除限制，六星小狗，莱茵森林，全能激发，血量1000万啊，靠腰。44、16、44、16，差几个？好嘞，我这囤了一大堆哦，英雄核能，英雄核能。僕は自分の町さえ守れればいいから。靠腰，还是不够。英雄核能，我还是英雄核能。僕は自分の町さえ守れればいいから。启动击被动，持续10回合，哎，好像变很强，对不对？25%复活，50%复活，救急犬式格斗。莱茵森林，老爹就是这么狂。僕は自分の町さえ守れればいいから。满心的小狗啊！哎，六星子午的小狗啊！好嘞。僕は自分の町さえ守れればいいから。还差8个身心卡。这个很快啊，等我一下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靠腰，好。我再升星，应该算是一只顶级的小狗了吧？血量1000万，攻击力45万。那么现在，挑战我们的时间管理大亨你，看看老爹的超级小狗能不能击败他。好嘞。对面的天星唱了6首歌，打了2巴掌，换老爹的天星也是打了2巴掌，没问题。大眼睛零伤害，哎，红纹女570，对面小狗狗1200，我们再来。这都是一炮，4900万，没问题。换老爹的红纹女，880万。对面的这都是一炮，5000多万啊，靠腰。
偷要我们小狗丢了一下。对面的大眼睛，210万再来。老店的火鸟丢了一下。Wrong two。好，甜心，没有打到半巴掌，没关系。对面的剑士一炮，2200万，换老店的剑士，3700万，就是这么狂。哎，我觉得我的小狗可以放前面呢。因为现在我的小狗已经是超级小狗了。好，再来，老店的火鸟，470万，再来，对面的这个水炮，才1800，没问题。好，老店的节奏是2300，再来。哎，我的小狗真的变很强哎！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哎，我这狗真的是不简单哎！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更强哎。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我觉得小狗可以放前排啦，因为之前小狗太容易挂掉了。那么现在我把小狗放前面，小狗现在够硬了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我们的甜心没有打到半巴掌，然后大眼睛又是零伤害啦，这个大眼睛老是零伤害哦。对面的小狗1500万，再来。红魔女1300万，老掉小狗1800万啊！1800万，你敢信？好，再来。双方的杰诺斯互踢皮球。没问题。现在是6-5的局面。好，对面的甜心一巴掌，换老店的甜心，直接给了2巴掌，没问题。好，对面小狗940。换我的，我的1600万啊，1600万的小狗啊，奥特莱，这都是一炮，4600万，还行啊，还撑得住。老爹的节奏是4000多万。好，对面的火鸟2200，好 ，Round Three Fight， 对面的甜心打了2巴掌，他怎么打到我的杰诺斯的？哎，我6只都在耶。我6只都在耶，我就说要放前面吧，小狗太强了。现在依旧是6-3的局面，对面的真的是一炮，2700万，糟糕，我2只不见了。老爹的节奏是一炮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
我的小狗变好强啊！好，我们挑战第三名的。柳柳庙是什么？柳柳草哦，柳柳草。好了，随便啦，没有人是我的六星之舞小狗的对手。来，对面的甜心，我的甜心哦，是全世界最慢的。老六甜心打了一巴掌，我们再来，这都是一炮，3400万，没问题。红纹女1100万，换老六的小狗，1600万，没问题。红纹女1400万，这都是一炮，5000多万啊！老丁的杰洛斯5000多万啊！你怎么跟我斗啊？先来到乌达斯的局面，老丁所有的限时角哦，目标都是要上六星子舞的。我再来下一只这个春卷哦，也是要六星子舞的，驱动骑士也是要六星子舞的，我都有规划的。甜心假面也是六星子舞的，没问题吧？老爹没有很弱吧？哦，他只剩三只了，轻轻松松，还没结束比赛。应该是赢了，而且是赢很多哎、欸。好，杰诺斯一炮，3100万，怎么样看都是老爹赢啊！好，乱水。他没有甜心的情况下，他是输定的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